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ller。现在我们来到了 Burr Oak Secondary School 橡树中学，于2007年成立，飞沙目前是8.9分，已经攀升到了全省前十的水平，可谓是一匹名副其实的黑马。在学术方面，提供独特的4年核心法语项目，不仅着重于文法和词汇，还看重全球法语文化、音乐、历史的吸收。另外，该校提供专业高技术项目 Specialist High Skills Major SHSM Program， 面向众多的需要学习宝贵生活技能及专业技能的高中生，为以后的学习和专业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拥有21个俱乐部，课外活动非常的丰富。此区域为16街、Elgin Mills、McAlvin 和 Markham Road， 社区属于 Whismer Park。此区域多以家庭为单位居住，镇屋近3月均价在86万左右，半独立屋为91万起，独立屋均价在112万左右哦。